我们的日常生活呢离不开衣食住行。那么今天的十分访谈，我们就来聊聊跟我们衣食住行呢有密切关系的几个行业。是的，政府今天推出了酒店业转型蓝图，加上之前呢已经推出的食品服务业、零售业以及食品制造业转型蓝图，标志着这四个属于生活方式组合的领域都将积极的展开转型，提高生产力，推动创新，并且走向国际化。这四大行业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又将会为国人带来哪些机遇呢？为您邀请到的是主导这四个行业转型计划的贸工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沈部长您好。您好。大家好。以及新加坡餐饮业协会会长、盛乐集团董事经理陈祖坤先生和我们进一步的探讨。两位好。你好。先问一下沈部长，我们最近在媒体上一直听到产业转型蓝图，听起来有点抽象啊，请您先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我们说产业转型蓝图，它其实是为个别行业所制定的比较完整的一套计划。那么它的主要的目的呢，是帮助企业改变做生意的方式，开拓更多的商机，那么也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让这个行业能够更上一层楼。不过要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就需要多方面的努力。那么这里面除了企业本身的努力，也有商会的努力，那么这里面也有包括同工会同工友进行合作，里面呢也有同各个政府机构一起携手。所以呢它叫做一个蓝图，主要是因为要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转型或者改变，并不是任何一方或者任何一个机构独自可以完成的。那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转型蓝图呢能够朝四个方向迈进。一个方向就是国际化，开拓更多的海外市场。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创新，通过这个科技或者是通过开发一些比较新的一些点子，让我们在产品方面、在服务方面呢有一些新的提升。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生产力，可以通过机械化来完成一些比较单调的工作，那么提高生产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就是通过技能的培训，让我们的员工能够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让他们的工资也有所提高。是我们看到了，其实这些 lifestyle cluster 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组合呢都已经推出了这些蓝图，但是坊间还是会有人问，可以吗？可以转型吗？那您会怎么回答他们呢？我们所想要推出的这个生活方式组合，它所涉及的可能也是大家心目中比较传统的一些行业。是的，像餐饮服务啊，像食品制造、酒店和零售。那么我们认为其实这些比较传统的行业它其实更需要转型。怎么说呢？因为在这些行业当中啊，消费者他们的口味、他们的要求其实是日新月异的。所以通过一些提升跟转型，我们的行业呢就更能够追随消费者的步伐，甚至可以说是引领潮流。我觉得这个在于区域还有乃至全球的这个竞争是很重要的。那另一方面，从事这些行业的新加坡员工，应该说他们可能当中年纪可能也比较稍微比较大。那么在这几个行业呢其实也都面临着员工老龄化这样子的一个现象。那么很多员工也反映说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虽然希望能够继续工作，不过可能以前一些做得来的一些体力活他现在可能会觉得比较困难。那么我们怎么样的转型，让员工能够把精力集中在比较有价值的一些工作上，那么把那些比较单调的、比较粗重的工作可以通过机械化或者是通过重新设计来处理这些环节。我觉得这个对员工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可以为他们确保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工作环境，是比较好的工作条件。像刚刚沈部长讲的，转型过程中像餐饮业者他们面对的一些困境跟挑战，盛乐集团是怎么样去应对的呢？这个企业在这个餐饮业所面对的问题，盛乐集团也都面对。所以我们是通过提高生产力啊，然后通过
企业一直改造我们的作业流程啊，然后其实这个生产力我们已经进行了6-7年，然后其实是由我自己主导，然后一个委员会，然后我们每个月都开会，然后就是构思怎样提高生产力啦，怎样这个把这个工作的流程改进啦，这一类的工作啦，它是一个不间断的工作，不过它必须要这样做。对，因为人口老化，工作就是年长的一些员工他们已经开始离开了这个职场。其实这四个行业当中呢，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人力资源方面呢都比较偏向于人性化的一些服务的特征。是，但在这个行业当中，他们在转型过程当中，他们必须要怎么样去应对呢？其实转型的这个过程听起来确实有点抽象，不过操作起来其实它是很实在的。好像我们今天较早时候推出了酒店的这个产业转型蓝图，那么酒店业它其实有很多可以提升或者是提高效率的一些空间，可能我们平时不一定会想到。比方说有一些酒店，它因为建筑物可能也比较旧了，是，那么它原本的这个格局设计可能是比较不合理的。就比方说我们本地有一家酒店，那么它的这个客户他们这个吃饭的餐厅其实是离厨房是有一段距离的，其实是相当远，而厨房呢又离他们储藏这个食品材料的地方又很远，所以就变成说在厨房里面工作的员工，他其实一天花在这三个地方来回走动的时间是很多的。那么我们的旅游局有一个酒店改造基金，那么可以通过这个改造资金来帮助一些想要改变自己的这个硬件设施设计格局的一些酒店，让它变得比较合理，那么可以节省很多的这个时间，那么我觉得对员工来说也会轻松很多，他们不用把这么多的时间花在走动，而是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服务客户。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的一种工作。那么如果说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那么有一些政府的支持，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企业愿意进行这方面的尝试。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高科技的应用啊，像比方说画面上我们看到的好像我们现在开始在一些酒店里面也开始运用机器人来完成一些比较难请到员工的一些工作，比方说清理房间、打扫房间。那么我们另一方面呢，也有一种就是叫做射频识别系统 RFID， 因为在一个酒店里面，其实员工每天也是花很多的时间来一一清点房间里面的大大小小的物品，床单也好啊，毛巾啊，杯子啊，各种各样的物件，你每天都必须要去清点。那么这个就花很多时间。可是如果通过这个射频识别系统，那么来就是确认每一样东西它具体在哪里啊，找得到找不到啊，那么你在这个库存的这个清点方面呢，就省去了很多的时间，而且这个对员工来说也可以节省很多比较单调枯燥的这种工作的环节，那么大家又可以把精神呢放在这个比较高附加值的这个客服方面。当然还需要经过可能一定的这个培训，还有每个职业可能要进行一些重新的设计，不过这个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而且也有一些酒店开始采取这类的科技了。是，我相信在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新的工作岗位制造出来。那么想问陈先生，在你们的集团当中呢，这个培训方面的工作，员工对这方面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们打从2006年开始就开始这个培训，起初的头两年，很多员工都很担心，他说我已经这把年纪了，你还要上课公司培训。不过我看是培训的素质吧，我们有这个
培训师啦、培训老师，然后他们回来培训的时候其实是不用工作的、然后还有茶点招待啦，还有午餐供应啦，然后当他们提升了他们的课程，上了课程之后，其实政府的 WDA 其实有以前的 WDA 其实有给他们一个奖励金，然后他们还有一个文凭，所以久而久之，其实大家都很接受这样的一个培训的过程。然后，其实我们每年还主办一个毕业典礼、然后让员工聚在一起。有奖励的吗？有奖励，对、对。所以上课也开心多了。上课也开心嘛，然后又学到新的技能。是的。所以这个是这个双赢的一个呀。很具有鼓励的作用。呀，对对。所以现在其实他们其实不抗拒培训。是呀。可是沈部长，当一般员工要听到转型，会很担心，转型就表示你要机械化，用很多的机器，会不会取代他们的工作岗位？表示说我这个行业怎么办呢？我的工作饭碗不保了，会不会流失了呢？其实政府进行这个产业转型，推动产业转型，我们的目的呢是希望能够制造更多更好的工作岗位。那么在工作的这个性质跟内容方面，可能会起一些变化。不过我们其实希望呢是为国人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是。比方说这个零售业。是。零售业，那么现在可能很多零售的环节啊都可以比方说通过一些机械化或者是电脑系统来取代。那么可能传统的这个售货员他可能也不用忙着，就是比方说在这个收银台，就是进行这个收钱的这个工作。不过呢，他可能可以进行一些转型，成为利用他这个多年来在零售方面的这个经验，他可以成为我们所谓的，比方说 personal shopper， 就是这个新的购物体验，对，新的购物体验，成为个人的这个购物助理，那么让顾客呢，就是得到更完整的服务，更好的服务。那么顾客可能消费量也会有所提高，那么对于这个员工来说他只要经过适当的培训，那么他工作起来可能也会觉得更有满足感。我们的这个计划其实已经涵盖有大概38个不同的行业，那么到了年底呢会增加到50个。所以在这方面呢人力部一直都在努力在增加这些不同的培训途径。除此之外，我们的技能创前程 Skill Future， 对它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培训也是比较丰富的，里面就包括好像我们的 Study Award， 我们的这个学习方面的这个津贴，来帮助那些包括想要在餐饮业或者是在食品制造业，他希望能够提升自己，他可能希望是说从这个普通员工，他希望能够晋升到主管。那么在这方面，他的专业知识必须要提升，比方说对于这个营养方面的知识。对于这个产品的这个流程控制方面的这个知识，那么这些都有一些专门的课程，那么通过技能创前程可以给予他们一些帮助，让他们去上课。哇，好丰富，好丰富的一个课程。随着时代的变迁，企业要保持竞争力呢，就必须转型，希望通过这个产业转型蓝图，企业可以增加效率，提高生产力。也可以留意 IE International， 我们谢谢两位嘉宾，谢谢部长，谢谢还有陈会长，谢谢你们。是广告回来是第二段的新闻，不要走开了，我们稍后见。